我的作品名称是《连接》，创作理念是我去哈马星踏查的时候，发现那边的建筑大多是以红色和蓝色居多，所以我用两种不同的颜色作为连接，例如暗红色和灰白色的搭配，蓝色和亮绿色的组合等等，再用两块类似的颜色拼在一起，有些是比较老旧有裂痕的砖头，有些则是比较现代的瓷砖，把它们拼在一起就会有一种以前和现代连接的感觉。而我会选这个作为主题，是因为我想让大家去哈马星的时候可以更注意一些平常比较不在意的小地方。